没有多的支架了。这是谁的手机？张晋。嗯，没有多的支架了。那我就只能说举住路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我今天已经喝了两杯了。晚上好，叶大千。不是要排练啊，我们要玩守护天使，在这里集合呢。谢谢小南的巧克力。打工人能进来吗？能啦能啦，进来啦，真是每次都这样搞我。欢迎您来，欢迎您来。射出不请自来，没有支架了，我只能用手举着了。早，晚上好。中学生能进来吗？不是明天要中考的话就能进来。后面应该换成今天的马尾，但是还没拍，今天还没拍照片呢。今天我们这边不是的，真是的。是在舞房吗？是的。但不是纯高马尾，是半马尾，下面是披着的。能说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发型吗？这个也没什么原因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串台了，因为今天有拉票嘛，就是紧着拉票的人先嘛，他们要做复杂的漂亮的发型，就让他们先播了，我们就是随便。我的发型可能都没花十分钟就做完了。我说姐姐你随便弄吧，你就是怎么快怎么来这样，所以我就是公演前的最后倒数第二个做的。每次都那个紧着大家先。哎呀，谢谢阿言的权杖，好看吗？谢谢。我本来还觉得说弄得有点太草率，不太好看的，本来有点。哦，好。我本来还想说没有太好，不是很好看。谢谢你们，阿言。真的、啊？那太好了。累吗？这么举着累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支架。啊、明天放假可以晚睡啊。你真是我的好姐。一直跟我比心，跟我吵心。我呢？我早知道你人还怪帅的嘞。谁要跟你们？你知道你粉丝机长在说。好看就好，好看就好。佳佳是第一个房间。啊？没骑呢，你先来呗。啊？啊行，啊、哦、哎，那是齐了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差一个诚心。佳佳，佳佳还差一个诚心人就齐了，你要来吗？哇，第二轮守护天使，对，没错。刚结束一轮舔狗游戏，开始了我的第二轮守护天使。你们看了游戏规则了吗？跟舔狗游戏不一样哦。啊，没看懂，还是很挺简单的，不是很复杂。就是说，每个人。镜头又怎么那么美？每个人什么？每个人有三个，不对，好吧，我解释不清楚。谢谢塑料瓶的瑶瑶嘛。结婚那么久，这外面先是吧？哦。规则发哪了？那我回去再发房间一遍。他们就是，哦，是哈，那个怡婷发在他的房间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跟 S 队的那个舔狗游戏不一样，就是。正常的守护天使也不是升级版的守护天使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个人有，怎么说呢？会有一个真的守护天使和两个假的守护天使，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真的守护天使在守护你，还有另外两个假的守护天使在守护你。同时，谢谢 U S T I N T A T A I N 的蹦迪，谢谢小姐的巧克力。然后同时你也要守护别人，你要有一个真的守护的人和两个假的守护的人，就是假的就是迷惑的，用来迷惑的。啊，对，然后呢还有什么？就这样，没有了。
好复杂吗？不是很复杂。心如大云，你贴双眼皮贴了很明显上。不，我们不在 MC 上玩，就是李一听说只有我们十八期的人哦，没有那个，感觉好难。没有没有，就是说你有一个真的守护天使和两个假的，就是两个会骗你。就是啊，我说就是我骗你说我是你的守护天使，然后每天好像对你很好，然后最后如果你猜我的话，其实我是假的，那你那样你就输了这样。谢谢舅舅的蹦迪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去喊佳佳。我去喊佳佳。佳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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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舔狗游戏复杂，舔狗游戏更复杂呀。怎么会？对呀、啊，其实我们刚在车上也是这样，但是他说已经跟粉丝说好了，然后我们就那就算了。谢谢天海一方的玫瑰花。好，一子老师晚安，一子老师辛苦了。会很吵吗？现在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呢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围到一块吧。谢谢山楂小乌梅的。不倒翁，好，那就好。周十八期，对啊，我也这样想，而且要有三个呢，而且要有一个真的守护天使和两个假的，这样也太那个了。十八七八个人。我怎么了？哇，是过瘾。谢谢陌上英语课程在的宝宝们，对啊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游戏真假守护天使，每个人开局自带三个身份。真天使每日对自己要守护的对象进行关心，但不能被守护的对象发现。假天使每日对自己要假装守护的对象进行假关心，混淆视听，让对方把自己当成真的守护天使。而被守护的那个人要辨别出谁是你的真天使，谁是你的假天使。每个人是需要真守护一个人，假守护两个人。每个人需要有一名真守护天使，两名假守护天使。而获胜的条件和惩罚是，真天使需要在最后环节被指认为真天使获胜，在过程中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假天使需要在过程中混淆视听，在最后环节被指认为真天使为获胜。被守护的人需要指认出两名假天使和一名真天使。真天使如果被指认成功，则两名假天使进入公共惩罚环节；被指认失败，则被两名假天使直接惩罚。假天使被指认成功，可直接惩罚真天使和被守护者；被指认失败，两名假天使。你要不破张图吧，反正这样抱着我们也听不懂。我发群里了，待会可以直接发群里了，待会可以直接发到口袋房间。我已经发口袋了。两名假天使进入公共惩罚，被守护者指认失败。被假天使直接脖子上有点痒，要长脑子。而公共惩罚环节就是为期三天，由大家在十八期的群里讨论决定每日惩罚的进行。所以对有什么先抽？我当时我听到这个，我脑儿想的就是就八个人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一个人他就我以为是三种身份，对，我以为是带着前辈们，所以我觉得有三个身份还好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带前辈们，八个人自乐的可以。八个人太少了。为期大概是一星期的样子，到下周也一个星期也挺长的了。下周五或者周末，那我们谢谢蓝兔娃娃机，一个小时，待会儿吃个玩具大富翁都不够。那我们先开始抽签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们我带头抽，我带头抽是有什么？我一会儿会把那个规则发在那个。一个人有三个身份，就是真天使和假天使和一个被守护者的身份。盲抽转过去，我给你。在玩守护天使的游戏哦。我这样看不见。那我转过去有什么用？别人的没转。好像也是这样。你要是你看到怎么办？是你通知的很临时。我们里面。一听小朋友想出来的那个。对，真的吗？好呀。就是真天使的。啊，你也懂了，好厉害。对。对啊，其实我也觉得，但是刚在车上的时候，一听说已经跟房间的粉丝说好了，那就。
能举。对啊，刚结束挺多的。来了，厉害厉害。谢谢拉斯美袋子的小风车。我抽到真的是挺不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秘的主播是吗？也在一秒之内。好的，下一个。今天我的掌握之中。下一个是来抽。说呗。对呀、啊，几天是吧？七天，他们说一个星期。对呀、啊，谢谢数字的奶茶。对，我忙拿给你，我给你对视吗？拿给我，但我能看见你。可以吗？你刚才是那个。你好聪明啊！就是我这个、就是、我正在守护这个人。对。嗯好。今天你不能给我看一下是。全世界只有你能知道。你先看一眼是不是好？你别给粉丝看见。上班好累，辛苦了。好的。谢谢亲吻的玫瑰花。那个假天使的，看一眼是吗？你让他先把酒醒了。哎，我也不做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做，这抽签。打赌本次最大赢家依旧是大鱼。不一定哦。在 S 队玩舔狗游戏，最大赢家是因为前辈们对我比较好了。在这里就是我是那个照顾人的人了，感觉我最高嘛，我应该跟鲤鱼差不多高了。谢谢 WRC 的瑶瑶马，失眠了来看直播，一会儿再补倒命餐。这什么概念？除去自己，相当于在七个人里面猜三个，太简单，确实哈。说自己。对，在这里解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是王。哦，对哈，他是守护天使哈，守护天使有道理哈，你们说有道理。现在是进行到哪里了？啊，有这个权限，权限，机位，特写机位，好专业。我怎么做？那下一个谁来抽大鱼吧？好，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就是先抽真天使，嗯，跟我对视。先，我抽，不能给粉丝看。哦，就只能自己知道。我自己看，看是不是自己，看一眼是不是自己。真天使，我抽了。然后呢？嗯，然后这是两个假天使，这个要还给你不？不用还，自己收回。这两个假天使，跟我的八个人，八个人。今天这个妆化了好长时间。你没看到他，应该没看到。这又是啥称呼啊？重复了吗？你说重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能跟真天使重复。啊，没有，但是。对呀，你今天是你自己，那就再换一张。哪一张是你自己？这个。哦，但是。我恐龙都没了。啊！发表一下你的感言吧，对于你的三个天使的感言。三个天使都是我很爱的人。怎么你不爱吗？你不让我发表感言，你不爱我。那你也赶紧补的发表一下。好，就是。意料之内。意料之内，好的，你回来吧。你怎么选我？啊，真的？我直接打了。都在我意料之内，都在我掌控之内。啊！我到现在还是有点那个。是不是很想对他好？待会儿私下。这真天使，我守护的这人是很想对他好。对啊，一直用手拿着，有点酸。那个不重要，就是等到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名牌了。真的就是，要不再找个支架？没有支架。你看反面。没关系。反面是名字。是自己吗？是自己吗？是自己，那就换一张。别让人知道，别让你粉丝知道。我抽到了。这样改天使的时候，抽到了一个。但是这个角度看待啥？你好的，我们聪明的。好的。别管了，大学生好吧，我是大学生。啊，好的，现在是两个假天使。表情夸张。我发现我就是我去补当我们的那个 MC 什么的，就是大家弹幕说我女大学生味儿很冲，然后我想问到底什么是女大学生味儿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我大女大学生味儿很冲。清澈的愚蠢，就这个清澈愚蠢真的从我眼睛里面写出来了，我就很想问为什么说我女大学生味儿很冲。好嘞，这样子，能不能放在天使，能放在我的脚上。真天使。啊，我的手势这个对吧？就是说是那什么，就是咱们就说，咱们就说还有什么，就是突然的加速和停顿。我说这完全就是我，这完全就是我。哦，好的。真的吗，小鹿三明天？啊，就是说我这种说话的感觉，对吧？都不能突然加速，然后突然停顿的这种。其实我平时都是看到自己假天使。现在有全景机，辨别大学生看我的眼神。没有，咱发表一下你对真天使。你人还怪好嘞，你人还怪好嘞。又卡了，哎天哪！有改吗？什么改？
就是没感觉，随便说点。冷漠型吗？挺厉害的。挺厉害的。好，花蕾，早点休息。你帮他抽吧。你和小鹿站一起玩抽天。你看，笑死了。有冲有是自己吗？不是。假天使，真天使是干嘛呀？待会儿看规则，我跟你讲。就是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对他特别好。真天使是你真的要守护的人。他这个反应。守护七天一个星期。他是抽假天使了吗？我差不多懂。一个真天使。真的吗？把我照片给朋友看，一眼就认出我是你大学生。他们说我清澈愚蠢写在眼睛里。老公。我们悄悄画一下，有没有真天使重复看一眼？看，那就是真有。上次握手会有个反图，真的好呆，是吗？拿一张抽到自己。就是一个有三个天使，真的吗？一个真天使，两个假天使，一个真天使要对他好嘛，然后两个假天使就要让他以为你对他好，够了吗？是他的真天使。不想听，不想听。做我真天使。来，我们两个换一下假天使。我们两个换一下。换一下真天使为什么？假天使，因为我刚刚他抽到自己了，然后给我了，那不是很明显我就有出来了。哦，对哦，好，领关注，就是他刚刚抽到他自己的，给我了，然后不是很明显我就是有一个是他的吗？所以发现的方式也很大，原来的四男一嘛。啊啊！是我用来表示激动的语言，不是无脑。假天使互相打乱。大爆清澈，笑死我了。今天大家都假天使的打乱。好的，没有人说真的笨，那就好了。谢谢云彩。毕业了会不会变聪明点？天天背个显眼吧。对啊，我开始蛮聪明的，好吧？说什么呢？好吧，我大概懂。我是聪明蛋。好吧，我懂。真的吗？看从顶机位看不清，换个视角看一下，看不清吗？放哪儿了？你们俩在干嘛？他们两个饼干好认多了，是我的问题还是你们的问题？哇哦，好，小红晚安，小红要睡觉了是吗？我对你歪头，我真服了，真服了，好看好看，好累呀，行了吧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行了吧，行了，抽签结束了，等一下，我抽到一个重复了，谁再跟我叫重复，再抽一根假天使，我抽到重复的了。你喜欢跟我换吗？你跟我再抽一个。我，你可以。我可以，我可以把一个假天使拿出来跟你换吗？啊！你是有多么想守护这个假天使？不是。你可以跟我换。那我随便抽一个假天使跟你换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不太行啊，因为我抽到那个人是你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我刚刚什么画面又说我呆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没听见，我没听见。那我们三个人再打乱一下吧。对呀，对呀，自爆了。对啊，我觉得。妈，我把我的三个。要不就全部拧成团，大家自己抽。哦，可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呀。那就重新来的。这边放真天使，这边放假天使。我想看见是谁。你们可以。不是，我在试图理解的。我在试图理解他们。那我们八个人来。就是那个假天使，他的真心是假天使吗？真的是我吗？我是何若琪，你知道我假天使是假的，你还有他，你俩我都想成为真天使，结果你俩在我假天使里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假天使可以对他好，人少，真天使跟你们抽，我们重新对，重新抽，重新抽，人太少了，太少。那要不就不要假天使了。要不感觉还好，趁假天使冲到两个我最想冲到真天使的人。那要不一个真天使一个假天使好吗？可以可以，一个假天使，一个真天使一个假天使，就别太多了，就不会那个。看我多聪明，看我多聪明。你的也丢过来，我这是看哪个是漂亮男人。什么？就是一个真天使，一个假天使，你全团扔进去吗？不用分吗？真的扔这里，假的扔这里，随便扔吗？随便扔吗？没人回答吗？对，真的扔这儿，假的扔那。不是什么叫真的扔那？真天使的团放这里，假天使的团扔在那里。随便扔呢。你的这个是啥？这个团。看见窗话怎么啦？最好是好东西哦，最好是好东西哦。这
哪行？这些我自己来吧，你先来。真是吗？这是假的。所以重新抽了，大家重新抽了，就是每个人只有一个真天使，一个假天使。没事，自己抽，自己抽，看一眼别人，是自己就行。啊，我们要抽哪个？一堆拿一个。如果是自己，这下如果是自己的话，啊！我操，这个是草子哥，我草子哥换了，我看到了，可以换呀，我是监督员，可以换呀，可以换呀，你看，可以换吗？不可以换啊！他们换了呀，谁换了？他们换了，嗯、啊，谁？我看到了三个人换了。没有，我换不换都行了，我以为是可以换的，我刚拿这个不换也可以了。好的，不换了，那就这样，都是换了。我看到你换了，因为我原说的是自己。有同时有人很多假电视怎么办？那我本来想我就知道是在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不想说呀，所以我不想说。我说的剩下那个是我的，你会知道是你的男主。他们两个换了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现在是谁，我不知道我的在哪里。就是他们刚才放在这里，然后拿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这是谁了。真的吗？对。你拿吗？一张，所以我说剩下一张是我，那我就感觉，不行，我再回忆一下，我觉得我你的假的拿了吗？哦，假的，拿一张。好啦，我说假的，那就是不是？如果在这些人里面拿的话，就会有一个人有两个假天使，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只有一个。那如果两个假天使是同一个人，那就太幸福了呀！你有这么多人照顾你，没有在这游戏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我也觉得，但是有哪个层面这么空呢？找一下位吧。对，我没有手机，怎么了？我也在直播。你们窗外有涂了什么图呀？是好图还是不好的图呀？其实也没有。是你们截我清澈的一面。不是，大哥们，我又抽到自己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手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真天使也抽到我自己。就是自己的天使。又要再来一次了吗？没事。哎呀，不要截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都没有重复的吧？他们说，就是我刚听规则的时候很傻、啊，很像愚蠢的大学生，然后把我自己截下来发超话。啊，我真是有你们，这是我的福气，我真的是。好了。两个假吗？一个。一个了。一针一假，一针一假，都 OK 了吗？然后呢？好了。改了吗？对，改成一针一假。那我重抽吗？你重抽过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现在抽吧。是的，今天晚上抽到真的吗？在我们女朋友看又真的了。女朋友看我宣言，问这个女生好美，但怎么有点淡？我也不露。哎。是不是不是一一对应的，就是有可能一个人多次，有可能有两一个人有两个假天使，有可能一个人没有假天使。嗯。都 OK 了吗？嗯。你是有多不想守护你的天使呀、啊？你好困难，又是崩溃的嘟嘟。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啦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只能说没有真天成为我真天使。再抽一个。只能说我的真天使。别拿到你自己还会倒霉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之前单摆烂，我单什么都不做，在床上睡觉。那他的难度就上来了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但是如果他有假天使的话，你就要受罚了。假天使如果对他很好的话，是的，要进入公共惩罚环节。什么？我单位给自己放三天。公共惩罚环节就是我们一起惩罚，对，十八期的小群里面自己惩罚，为期三天的惩罚，惩罚这些输掉的人。你还有什么手不热？你不金色吗？还好，不懂。你为什么要拼？因为我里面漏的太多了。我抽到我，我想看。抽到自己了就。哎，这是不是你的满足一下变态？那你们别守护着，然后把纸扔过去。今天其他他俩没有。我守护谁来着？很有可能，我觉得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能写到备忘录吗？要把这个存起来。别睡醒了。刚刚抽到谁来？啊？已经忘了，真已经忘了。已经忘了。我也觉得我不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该怎么就是？驼背不容易。没有，还没有说惩罚，只是说会有一个为期三天的惩罚。好，好了，一个家了，就好了。嗯。够。没事的。哦，那你们又会卡一下了，我回去的时候要练。那我们每天就是玩这个游戏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在 MC 上玩嘛，我们不在 MC 上玩嘛，就是我们在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我一个女。我们在什么环节玩呢？就是每天在房间玩。在房间里面。嗯，就是比如说谁今天对你做了什么，记录在古代房间里面，然后可以让大家也参与进来。好的，就是什么叫谁今天对我做了什么？就是比如，比如说我给你点奶茶，我也给你点奶茶。我可能想说一句话，我的那个真天使跟我的作息完全相反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就是有人这个好好猜啊，我奶茶就怎么办？完
的，他早上八点睡觉。我跟他作息完全相同。六，假天使要对假天使好。那如果就是什么都没做？对啊。什么都不做就是惩罚。那你也不知道做没做呀？那要是你守护的人猜不到是你，那你就得被惩罚。对，对，所以你得让你真正守护的人。你也不能随便让一条虫子活出去。那他可能会以为你是骗他的，你是他的假天使这样子。那没办法，这不是一个互赢的一个游戏吗？他是要猜到一个真天使，我需要为他猜到我是他的真天使。但是同时他还会有一个假天使告诉他他是他的天使呀，他就不知道你是你还是他。我是预言家，他是假的。我跳预言家，我跳预言家。跳预言家了，开始狼人杀了。好的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就回去。我不歪嘴，不要给我立这种人设了。说歪嘴，我不歪嘴。没有，那玩意怎么玩？啊，就一真一假的，你要假守护张一鸣，你就让他以为是真的就行了。你要真守护就行，对他好得了。反正真的就是温若琪啊，假的就是我。所以就是假的也要对他好，对，真的也要对他好，对。那区别就是一个是虚伪的，一个是真心的。对。对啦，对。一个虚伪的，很聪明，太聪明了。假如给张一鸣点07奶茶，我给杨欣什么奶茶是07的？请问。别人写第一支兔子，什么叫零七奶茶？就是说快过期了的。哦，07。哦，懂了。懂了，就是一次可以爱两个。啊，对。就是比如说给张一鸣点奶茶，就点那种爆甜的，热量爆高的，然后给那个真天使点，就点那种零卡糖的。哦，我懂，你是懂了。他们说我们完成狼人杀。守护我的人不要给我点零卡糖，我喝不下去。守护我的请务必给我点零卡糖，所以我不爱吃辣。他们说一个单腿一个加腿，笑死了。一个手推一个二推。理解很到位，理解很到位。没错没错。理解很到位，笑死我。那大概就是这样，那回去的话就是游戏正式开始了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进行了。今天晚上好。哎，就是除了点吃的还有别的。当然有了，当然有。起床想你抱他，亲他，跟他聊天，公演的时候和他互动。好，走了走。我们三天后有问题有。哎，我们有点闲了，滚。好了，我们回有人过吗？但是我感觉大家可能会很难猜哦，我猜不到我的意思，因为我平时对大家都非常好，所以大家都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异样。哎呀，网络错误。对，换个我。什么那个？今天的直播命运多舛。好了吗？还卡吗？还有还有人在吗？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卡了，又卡了。好了，不卡就好。死亡顶光，快把我的灯打开。哎呦，好亮。好了，是不是我换了一下网？是不是好了？好，还有人在。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对我的那个被守护者们好。脱一下鞋。哎，我手机好烫。你脱鞋少一只。哎，好。除了点外卖，你们想点外卖，我自己知道，但是会点。除了点外卖，你们想想，如果你要守护一个人，谢谢比加多尔康宁光海。你要怎么对他？我的显眼棒。我现在也还卡着吧，天哪！现在卡吗，宝宝们？嗯，哦，行，好。24在吗？打算抢那天票来着。24是星期几？你说的是命差还是换钱？我们来商量一下怎么样。我都会在的呀，按理说我都会在的呀，就是我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会不在的。快快快！按理说我都会在的。除了那个点外卖。啊，换镜是吧？在呀，只要不出意外，我都会在的哈。嗯。刚刚我扎了我头皮有点疼。好的，期待见面哟。还有带礼物，我过几天回学又回学校，他们带吃的啊？是吗？好的，带甜品。哎，我的球球，我只剩一个了，还有个在这里。
这里面一个是我的真天使，一个是我的假天使，穿的这么 T， 不是 T， 这就是学生呀。晚安。我室友也有个红色的包，一看就想到你。谢谢我爱 vocal 林光海。这不是 T， 这就是学生，穿的学生。没有，我没晚安，我没晚安。好的，好的。是我跟那个小文晚安。哦，你说对，差点忘了这一条。赵远还要给我先把呀。先记上，先记上。观察对方。可是这样啊，是匿名的，对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天使。苹果游戏的最大赢家，我是吗？我在想。那如果除了我的真天使和我的假天使之不，我的真守护者和我的假守护者是吧？我要不要搞一些那个呢？迷惑选项。今天的造型适合跳忍者。今晚的 MC 话题是就刚刚的那个守护天使游戏先聊一下吧。迷惑选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如果只对两个人好，刚刚的那个守护天使他们就知道我一个真守护他们，一个假守护他们了。我再选一个别的人。再选一个我之前第一次抽到的人吧，就第一次抽完了那个里面的人，对对对，才回来呀，就是不能让他们猜到到底谁是我真守护者，谁是假守护者，我自己让命运为我选择，就是我是佳佳的守护者，抽的人里面，我是佳佳的守护者，真的吗？我也是佳佳的守护天使，我也是你的守护天使，我也是你的守护天使，我真的是佳佳的守护天使哦，我也是哦。我说你们肯定会猜不出来的，因为我平时对大家就特别好，所以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，你会猜不出来。我也是，平时我都在想怎么对杨馨予好呢，因为就是平时已经对他很好了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再对他好一点。嗯，平时就对他嘘寒问暖，就给他吃。哎呀，演起来，这不是演，发自内心。就是，这怎么能演呢？我把我的这个没吃了的中午饭拿来给你们看一下。确实，我是十八期的守护天使。吃不吃南瓜呀？现在吗？嗯。你要再蒸一下是吗？我不蒸了。直接吃。可以吃吧？我现在没，现在不太想吃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铁真的点正常的，给假的指点饭不让吃。那不会太明显吗？那太明显了。区别对待的。它是本来是一个，是一个，我怎么给它拼接起来？哎呦！外开空调有点热。开呀开呀。你看我站起来就是看到后面是吧？我拿，那就再来一包榨菜，意思一下，笑死我！不是啃的，什么意思呀？是拿刀切开的，它本来是这样子一整个，然后我切了四分之一吃。真假天使别名，说吃不下吧，就是有点那个。我和我的两个推，这次我说大家猜不出来的，因为平时我对大家太好啦。平时我是大家所有人的妈妈，我是所有人的单推，我是团粉，我是可以吃，要放冰箱啦，我们有冰箱，之前前辈用过的，然后我去把它可以反过来让他们猜不到，猜不到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会赢，好吧，我们也不会赢。吃看一下冰过有没有更好的东西，没有啊。你要在火车站待到五点，火车站可以营业到五点。好像一对 CP 里更偏心另外一个，这个解释还是很到位。不过这 CP 你们应该磕不起来，就是真天使给十斤，假天使给三斤。找一个，现在自保自保不就输了吗？你是我喜欢最小腿，是吗？所以我不知道，我知道高铁每天到晚上就是把人赶，就是离开。就是还有关门时间，有营业时间。好了，就刚刚的守护天使就聊这么多了。好，今天的 MC 话题是，眼睫毛老是掉下来。你的 MC 话题是，你找个海底捞待着。今天是高考完结束的日子，谢谢。顺便吃了也不会。没看清。不会那个，不会饿。这个老师的 ID 是就是念不出来吗？还是四点坐火车。找那个，谢谢舅舅老师的一分。
我说今天不是高考结束的日子吗？首先祝直播间的高考生们就是高考结束的顺利结束了，庆祝一下。然后就是夸夸你们，浙江人还有大家都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的经过了这一道难关。今天的 MC 问题是杨森玉到底是不是清澈的愚蠢？不是，山东的还没结束哈。再坚持坚持，加油，坚持，加油！我那个时候就考了四天，是吗？嗯，明天晚上才结束。啊、我妹妹也是明天晚上才结束。这样子啊？嗯，要考技术。谢谢陈大大的荧光棒。去超话看看你们的杰作到底是什么了。嗯，感觉冰了之后好吃起来，你真不吃吗？真的吗？嗯，那我尝一口吧。你要尝？切一点点。行，拿刀切。紧张五天了，可以给你一个准考证，什么意思？给你在这上面切吧，不然这放它、不用切那么大，一点点，就跟我这一样大呗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吃不完，对 ，OK OK， 我怕有点多，就是因为它是主食嘛，哦，行了吧，很小，好的，切到了一块皮，没事，你把皮弄进去，没关系，应该会更好吃吗？比那个比之前就是跟之前的那个味道差不多了，就是我原来我中午蒸的时候难吃的像是那个不知道味同嚼蜡，真的吗？嗯，谢谢，不是鱼腥送秋天奶茶。确实我还看到了，就是你们知道吗 ？CGT 他们高考生可以免费看公演。嗯，那么好。嗯，那么好。我妹妹是高考生，我把妹妹带去 CGT 看公演吧，行吗？带妹妹去这个什么成都还是？南瓜镇。干嘛？你又不是那个高考生，你去了有什么用呀？早知道高富，高考生公演高富是吧？来嘉兴路看公演，我给你买票。我是你的守护天使。今天刚考完，刚考完就来嘉兴路看公演，辛苦了呢。明天幸好我明天还待在这儿，不然不是又那个不了。我也是，我没去过成都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跟之前的没差呀。就是冰了之后就没什么差了。这样的。咸生火煮还真是难吃，就受不了。我们四八的自制剧花荣看了吗？花荣是四八的自制剧，对啊，自制剧，对啊啊！你不然我们的歌名叫花荣，就是他们很其实老总很喜欢花荣这概念，这样子，嗯，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又有歌叫花荣，又有拍一个剧叫花荣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元宇宙的概念是花荣啊，真的，嗯，这么爱，对，就超爱，他超爱，他超爱的，他超爱，各个娘官。就是因为优质碳水游戏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游戏已经抽完了，刚刚开始。啊、我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一个真天使被雅婷留在这儿，然后还有一个虚拟天使在我的心里。就像李秀满的旷野，你跟我说这个我就知道了。谢谢于星老师的奶茶。你为什么可以不知道？我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知道？没有人到我耳边说告诉你，就是花荣是四八你们公司的自制，没有人家告诉我啊。成员口袋没有开屏吗？开屏有花荣吗？开屏是花荣吗？没有，开屏这次是许佳琪前辈呢，和一个男的的海报。又花荣。嗯，好的，我等着。确实，就是走这种赛博朋克古风，还一点都不了解公司，你像被骗进来的，有没有可能这个巷子就是？可以去掉。二群开在几时？这个我知道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很久没看到这些这样的画面了，我都没习惯，看了好多天我都没习惯。好吃，好吃。还要吗？我想吃吧。嗯。
听说我们机长的时候有来一个很小的小朋友。说完这个，我要骂，等我吃完哈。超级可爱，他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发出啊这个声音。我也是，对，我对象说啊，我也是，我先尖叫是吧？我是小朋友，啊，这样，跟他尖叫，好可爱。谢谢贾文君的玫瑰花，谢谢小磊的奶茶。小学一年级吧，还没幼儿园，就这么。谢谢陌上英语课程带的奶茶。谢谢小韩的奶茶。谁艾玛？没有艾玛呀。对，这么小，那真的有点小。什么艾玛？我感觉小孩他。算艾玛吗？不算艾玛吧。怎么说呢？视频在我们群里，他还在。昨天不是开夜总会吗？翩翩起舞。虽然我这样说出来，可能到时候我会被骂，但是我不管，我就是王八退房，我憋不住。我想说，昨天我们开夜总会的时候，就是夜总开的会叫夜总会。然后别造谣，别造谣，我只是实话实说告诉你们而已。就是我们先到嘛，先到几个人，然后我和佳佳一起去的，当时就没几个人，只有好像三个人那样子吧，我们坐在那里。然后佳佳因为昨天刚从学校回来的，然后就是到中心的时候，他是拉着行李箱遇到叶总，叶总问他就是去哪里嘛，然后他就说是从学校回来这儿，可能是因为这样，就是叶总在上来之后进了那个房间，不能出街，跟我们要开会之前就先说我们两个说你们两个上学的现在挺爽的嘛。然后我就愣住，我说挺爽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有多特种兵吗？我心里就想说什么叫挺爽的。然后他就是哎，反正就是他们不喜欢我们上学，叶总不让我们上学，他们不喜欢我们上学，反正也不他们不喜欢我们上学，然后就是说，就是说你们上学的怎么不好？他们比较敢，他们不用一边上学一边出街，我要一边上学我就保护，为什么保护呀？就是，我也没有说什么坏话，人只能犯一个错，而且我还是保护了他才只说这么点的。好吧，你不能就是无论哪个错你都犯一下，谢谢这样你争辩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那个。对啊，反正我当时我听了就有点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就是，怎么说呢？但是我读书也快读完，就是这学期快结束。但我很快就想通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觉得他们用这种话术也都说了十年了。就是他又不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，我每天是怎么样的，他只觉得说好像你是上学的，你就是不专心，你是，我也不随便了，就是反正我愿意签这个合同，我就已经就是没有一天是闲，就是就像我宣言里说的，我已经把我的，但是呢，很快就结束了，就是到那个都寄托在这里，这些都到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必要对我 PUA， 我已经想通了，想好了，我才愿意来的，我才进来的，我就是为了要做这件事才来的，你没有必要对我进行这样的 PUA， 就是他说这样的话，我还挺伤心。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兼顾的非常辛苦，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可是他这样说搞得好像就是，好像我很轻松一样。但是我暑假也要那个呀。就是好像说，你是为了有退路，然后你去读书这样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，但是他还要这样说，所以我觉得有点。不过我很快就想通了哈，没关系，因为我心想说，十年了他们都是这样的话术对大家，然后。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细想你就是做了什么的，所以我很快就想通了，就我就心想说算了。谢谢呀，谢谢阿言的高级马卡龙。讲完就是我知道我没有放心上。哦，讲完就是对呀，我满勤，而且我从来不迟到，从来跟车从来没有迟到过，然后我还带一了 S 队的换件，开玩笑，那可是换件，那可是换件，然后只是播了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我很快就想通了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这口气我就是要说出来。好了，我没有，只是我刚突然想到你们说什么大学生，我突然想到了。化妆镜不光就是两个，化妆镜也是，我跟你们讲，化妆镜也是一个怎么说呢？耿帅镜吗？持续不了多久。谢谢静雯的玫瑰花。每次直播都是先用这个，谢谢，又没变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说出来你们就会这样说，所以我决定我要说出来，就是让我就是更舒心一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小磊的荧光棒，谢谢丁文子的支付宝到账的玫瑰花。你好聪明啊！你来我守天使。耿帅的是吗？好耶。有理。如果还有下次的话，会再努力一点的。现在就是，哎呀，不行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真正是会员是谁了。那我下次造型要再做好一点，要把发胶喷好了。
然后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哪些镜头是会拍到我的了。座位三号位就是副歌同样的地方会拍到我，所以下次我会，如果有下次的话，啊、我会就是再做好一些表情。吃不了这么多，明天，明天中午再吃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再伤心了。我是一个情绪稳定的、内核稳定的强大女人。规则发在，发一件好哦。发在房间里。老爷爷确实也挺那个，就是老爷爷十年前被骂到现在。以前是一个真天使，两个假，现在是一个。是不是该把刘海剪短一点会好听些？对，我是打算什么时候把刘海剪短一点，然后就是我的刘海有点太厚了，所以老是定不住，我要把它弄薄一点，然后弄短一点。今天我的刘海没怎么定。大学生主打一个乐观。你们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刘海跟以前不太一样？哼哼，那你吃了别的吗？比如说今天我一去那个剧场，然后幸运粉丝给他送了奶杯和珍珠小杯什么的，我也都吃到了。张老师的粉丝给他送了奥利奥千层，我也尝到了。就是还有柳柳粉丝的哦，对对对，还有柳柳粉丝的那个枣泥酥什么的。简单分析啊，仔细分析了一下我头发为什么会连起霜。上次我插羽毛的那，谢谢 WSC 的玫瑰花，下面光光的不披。确实，其实我大概知道了，就是我的刘海太厚了嘛，太多了，然后它又有点长，所以然后我又甩得很厉害。这一次其实是对刘海太长，然后我又甩得很厉害，所以老师。就是我一点都不顾忌，为了比如说我为了发型要定住，我就甩头，我就会甩的轻一点，我会狠狠甩，我就完全不管他的。受暑受不暑，对，反正那次羡慕发亮，我这已经是掉发之后的发亮了。不是盘发，只是老师搞的有点像。谢谢追星星的容易的巧克力，很有力度，代价就是头发糊脸。额头打薄点，好捏，下次找个通灵老师还是找姐姐给我弄一下。刘海这个长度确实也该去处理一下哈。嗯，小心脖子。难拆的盲拆中，因为姐姐给我绑了挺多那个皮筋的。哎，你拆不下来。确实，跳回来梗有蛮多要用脖子的地方，所以练完回来梗，第二天脖子就会很酸。就是那个我的右边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口红色号是什么？口红色号是 make 的，这个怎么一直在里面？是小辣椒还是番茄红来着？我不记得。哎，这是小辣椒好像。对对，它是两上个暑假剪了短发，现在还在学，所以跟盘发是完全不一样。小心啊，不会甩上上了，不会的。或者一字夹夹刘海，底层逻辑不一样。看看，下次问问姐姐。其实今天本来想做可爱的发型的，因为是命差嘛。我心想说，我现在就是命差做可爱的，然后幻境做帅气的。其实，但是今天因为刚刚也说了，解释了一下，就是大家有拉票嘛，紧着拉票就行了，让他们做复杂的、漂亮的，让他们做嘛。然后就是最后做，就是上面这样子。然后来不及了，然后就是我说姐姐你随便做，就是怎么快怎么来吧。然后姐姐给我扎了一个上扎在这边。他们姐姐问说怎么每次你都是最后一个？我说紧他们先。说起这个，我拉票的时候我还是最后一个呢。我拉票的时候也没人紧着我先。我拉票发型还行哈。抄的这个打分名单，假的会飞出去的。抄的听不得头发射出去。你也抄上，不然我会忘记。请保护头发。今天是闯荡江湖的女侠。之前你也送了一个。其实上场前我还对着镜子心想说，好像今天发型没做好，然后还觉得有点就是好像没做好来着。但是你赶紧反响还行哈，那就好了。今天差一把保险。确实有点像。疯狂掉发，吃点补补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也掉发，我也掉发。有人说你发型像船头大炮，是谁呀、啊？是谁呢？后悔了，出奖励哦。这个事情，还没跟那个大家商量过，我已经加紧在商量。分享热烈，估计过两天就有结果了。好吧，下次我要自信一点了，不要一分拆成十个0.1，后悔了，为啥呀？不都是0.1吗？嗯，不，什么加起来不是一样的吗？你们想有要什么奖励的，我也嗯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。
送起来好累。嗯，好吧，其实一开始上场的那个高马我确实太高了，姐姐给我插了个叉子这么高，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也没办法改嘛。是我没想到的理由。姐姐我以为是说送零点一不如送一分。然后后来下雨，排面。于心老师在这里就是和稀泥是吧？就随便艾特一通。我听听呢。什么 bug？ 门派大师姐的感觉。拆头直播头，谢谢清醒。直播拆头这个胆量有点溜。我已经拆了，拆了一半了。溜，这不就跟直播卸妆一样？哦。什么叫还能送呀？就是送第一眼没认出来，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啊，你们那次是说有人在弹幕里说了是这样吗？啊，翻牌发了这句。啊，这个开始，这个也拆。其实我觉得这拆了反而也别一番风味吧，就是说。懒得全聊翻记录了，我只知道有人翻牌发的这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送了0.1，就送不出0.1。也不行，但是我拆了应该就是不太方便见人了哈。谢谢，嗯，这个打分它为什么不显示那个 ID 啊？我这样我怎么念嘛？真是，你打分也不显示 ID？ 嗯，我这边他们自己那边不显示。谢谢风夕的0.1分，以后会有素颜直播吗？嗯，我暂时没有这个胆量敢说有。就咱们就是这个素颜和化了妆是什么程度呢？就是那个支付宝人脸识别不出来的程度，好吧？好嘞，上完头了，现在变成公主头了。真的，我每次化了妆，那个支付宝付钱的时候识别不出来，真的不信，竟然不信，且当你们在夸我了哈。就是一下子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我今天才就是点了一个，哦天哪，行，是支付宝的问题。你看我的眼睛上，我在这里点了一颗痣。对啊，我是单眼皮。其实拍不出来，又点在眼皮上。就是。都问这个清醒老师，让清醒老师解答。9分一直显示。除非直播时间不行，我暂时没有这个。是不是没升级的原因？好像晚一点吧。是不是都等换成老油条了再说吧。升了级再看看吧。别把。就是不多的粉丝给吓走，这玩意儿换个头发颜色也认不出来啊，是吗？是不是没更新新的版本？应该不知道。升级新版本就好了。没用过刷脸支付，下次体验一下。说起来，其实这种刷脸的技术还是有点鸡肋的。啊，上次自己切了盘，这么厉害！上次我妹妹也是，就是那种手机银行哈，银行哦，刷脸，哎，是银行吧，还是什么东西？什么软件我忘记了。然后反正她要登我号。然后当时我没有刚好在线，没理他，就是可能收不到验证码，这样他就是说他先自己试一下刷脸，然后刷通过了。自己切盘是不是还要录入这个什么码呀？就是很麻烦。对啊，化个妆手机都开解不开锁，对我也是。说实话，这个马尾真的撑得我好痛。拆头。不行，走。啊，可是你平时也就是那个呀。你说直发是吗？对啊，但是拆了的话它不会炸掉吗？就是我要是你的分在弄乖它，弄乖我的头发好痛。确实。你一会儿再顶着这个发型拍个抖音。在门外那个等着，哎，也不是事儿啊。我的脸戴口罩可以刷开我朋友手机。不行，我要留这个头发，一会儿拍个抖音。上班还得教卖家怎么投分。结果上次那个妆发，双马尾那个妆发，一下拍了3个抖音，可又是深深。但是后来我就是对自己拍的库存不太满意了，我就没有发。啊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先拍。哎呀，我是笨蛋，我就每次都坐在这里把头拆了的时候，才发现我要拍抖音。但其实我也有几个存货抖音了，还没发。我明天。下次挑战和妹妹互刷直播。什么时候发一个吧？你们提醒我发一下。下次叫我妹妹来直播。对，你们都忘记发了。然后你们跟他们聊，你们跟他聊的。谢谢家人，热火朝天，然后中途告诉你们我是。谢谢 CYS 的0.1分。不行，拍的不好看，我觉得拍的有点嫌弃，就先不发。谢谢满池王八，我投最绿的玫瑰花。你们这个 ID 我怎么念比较好？妹妹的声音和你不一样是吗？他们说挺像的，很多人说挺像。
确实。溜了，去发个翻牌就睡好。每天都小磊晚安，谢谢小紫菱光棒。你怎么不叫那个平光白？是吗？改名字，头抽到一半写字去。接下来喽，在这里，这里六月十号的。为什么你们都听过？因为很早的时候刚出道，两周的时候，今天的演五月十号出了呢，实际上是两周还是一周？但是没办法留反正就是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，我生日的晚上、就是、直播，妹妹在旁边来着，好痛啊！就是啊，对，因为那天那天公演，我妹妹来了，我妹妹就在下面坐着，哎、但是我没有跟任何人提前说过，他们就是你们说你们就是见到了她，认出来她，其实我是不太相信你们真的能确定那是我妹妹吗？我妹妹跟我一点都不像哦，我妹妹是齐刘海、短发、戴眼镜，跟我就是站在我旁边，可以说是只是我的朋友都是我同学都别人都会信的那种程度，对双胞胎，对。所以我说你们，我说你们能认出来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是吗？你看，我怎么猜图，就这样子猜出来。下次再来看看，好，现在我喊他再来。对，因为他们不懂，我妹妹和我的朋友一起来看的，啊、然后他们不懂剧场文化嘛，然后只是想就是给我排面，然后喊就是喊大声一点这样，然后打断了于心老师的口。我那天我吓得要死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都是同担。这个咱们给什么时候来？可能暑假吗？啊、这个就是可以那个。哎呀，打好大的结，发量羡慕了，其实就是打结了。嗯，就是。他们现在已经懂剧场文化了哈。开了这些。他们出来乍到的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哦、没关系，不着急、啊，不急在这一时一刻。你们看这个掉的头发。什么时候的公演直播？就是五月十号那天的命差，是第二次对吧？后悔说第二次要那个，后悔说自己要命差结束之后的晚上凌晨。星星老师是那个扎双麻花辫离开了，双麻花辫的那种。第二次对五月十号晚间直播，应该是五月十一号的，因为我的生日是五月十一号。好的，小猴晚安、哎。怎么又生病了吗？早点休息。这么好，大家快找他电话我。都说不要跟他们计较了吗？哎、人家不懂剧场文化哈。对啊，他们还切票，真的我哭死了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就是他们说，如果比如说亲戚。就是爸爸妈妈来看的话是可以申请个那种金属票，就是坐在最山顶上看这样。我妹是花钱来的，我妹是花钱来的，我妹啊，我亲妹妹花钱来的。艰难的梳开这些头发。其实平时你们看头发也没有这么痛，因为今天的味道就是喷了做了那个头了之后就是。所以啊，于心老师就是功力还不够深厚，应该要反思一下。嘿嘿，但是其实我头发还好。四舍五入工资回给公司了，确实。痛是一张票钱。今天一场直播三个发型，先是扎丸子头，然后是双马尾，然后是双马尾持续了几分钟之后，就是变成了这种散发。不麻烦，也还好吧，也有头发比我更多更长的。那我就不知道。哎，笑死了。对，确实、哎、杨馨予的第一次 say no 被打断。哦对了，起码要把药拿出来，因为我老是会忘记。笑死，我是会忘记那个吃药，是这个999感冒灵。里面还有妈妈给我放的对乙酰胺积分缓释片，但是应该我不知道是什么片，不是，哎，我口红都掉了。好了，换一个 MC 话题了，不要让于心老师刷这么强的存在感。看来公演要补档一下，公演应该听不出来了，他被打断的话应该听不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去巡逻了？可以呀、啊，记得洗了头来哦。
哦，那个是镇热解痛药，那就是吃发热的吧，吃发热的，我反正就是先吃一个这个感冒灵。嗯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吃呀？你感冒了？对啊，我前几天不是说好一点了吗？嗯。但是先上台又吃我的感冒药，我是你的守护天使，吃我的感冒。我自己有感冒药。吃我的不行，你得吃我，因为我是你的。对，因为我是你的守护天使。行，没法。你吃板蓝根还是吃什么？板蓝根不能吃感冒的吧？啊，你吃什么？感冒灵。感冒灵。感冒灵。等一下，我还不一定有感冒灵呢。对。好吧，那你吃你自己的吧。吃自己的感冒药了。啊、不对啊，我有三九。啊。三九比较难喝还是不知道，我这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叫什么宝瑞坦，也是三九的那个吧。来喝我的。是守护的人的药，但是他说他也守护我呀，我们两个互相守护呀。你守护我、啊、我真的守护你啊。我真的守护你。我守护你。你抽到签的那个反应一点都不像我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是两个一起看的话才知道哪个是真天使啊。嗯，对吧。但是你没有就是比较特别的反应。互相吃药，你是我的药，我是你的药。有没有可能我没有生病？有没有可能我没有生病？这是天使对你的爱，你没病也要吃，快吃。我没有。我的守护者就是没病也吃我的药。这样很像在交换，不行，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守护天使，我才做的这个举动。哦，好的。原来如此，好吧，那我就不能吃自己的药，只能吃那个。你看。大狼该吃药了，大狼醒醒。他们说杨欣怡为许佳佳送出了九九九。好会说呀。做许佳佳的单腿王。好会说呀。做许佳佳单腿王。别管了，我是他守护天使，我是他单腿王。杨欣怡为我送出了第一个九九九，但虽然不能飘屏吧，我自己飘一下去。这样飘了。哎，自己这也飘一下，因为他不是在一个。不是在一个那个就飘了一下，哎，你看杨馨予为我送出了九九九，这样飘屏，这样飘过来，叭叭叭叭，受不了了，笑死了。随便，演七天，怎么能说是演？这怎么能说是演呢？我们真心的好吧？发自真心。出道四十天当伯乐，笑我腮疼，好痛啊！随便呀，我都可以。让我冷脸一会儿，不是在刷 BGM， 我是塞头。我也不信，真的。哎，这头发怎么蓬的像是一个小狗呀？我的项链字面意的，我挺爱戴的，因为它很简约，它就是一个方片，就是无论什么衣服都能搭。你们猜上面写的什么字？我本来想送给我的那个，就是。这个很适合他们的舔狗游戏。嗯，你们看，你看我的项链，很适合你的舔狗游戏。你快把这个买来送你主人了。真的耶。嗯，他们都直接买项圈。啊，那我还有点就是那个不了，那个不了。就是控台直接黑屏的，真的。注意言辞，打数字，注意言辞。笑死。对呀、啊。控台玩不起，控台。其实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，就这条，其实是为了搭那条起送费才买的，那条被我搞丢了。不，所以咱们也是说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是可以说的吗？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找主人送你一个吧。我有主人，你有吗？小狗牌。摘下墨镜，全是泪水是吧？我懂。头发是不是有点炸毛？那肯定啊，一转过眼掉下来肯定有点炸毛。对了，谢谢喵宝老师的帮助。我才不在乎呢，世界没了我照样转，硬撑吧。哦，现在只能0.1的送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？但是他们可以送999呀！我刚刚看到飘屏。哎，不是说感冒药吃了会想睡觉吗？怎么这个感冒药里面有咖啡因啊？是吗？对啊，你看。不懂。嗯，好奇怪呀、啊。好像说普通的感冒药是不会睡觉的。
还说是板蓝根博士讲来着。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身体不舒服，我喝板蓝根，然后有点打瞌睡，就是正常的那种听课想打瞌睡，但是我把它归结于那个是喝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板蓝根。然后我说都怪我喝了板蓝根，让我这课听的要打瞌睡。然后回去一查说喝了板蓝根是不会打瞌睡。我说、啊、好吧。哈哈，阿言好搞笑啊！有没有被阿言笑死？啊，是吗？他说，因为嗜睡，所以可以加咖啡因中和。哦，就可能就是你喝了想睡觉，然后加咖啡因让你别睡。嗯。哈哈，你搞笑。这个分怎么弄？一分都没。没有那个 SD 账号，什么是 SD？吃药越吃越困，因为有的药喝了就是会睡觉的。可能是你也是版本有问题，这个计分真是的。想看看十你的分呢？啊，我知道贾淑婷前辈的名字、嗯、对，我知道本来我第一次拍 MV， 粉丝给我投了站位。谢谢舅舅老师的0.1分，谢谢舅舅老师的0.1分，谢谢舅舅的0.1分，还没有，是现在只能0.1、0.1的答案，还是一分，好努力，谢谢舅舅老师那个班吧，999PMP， 今天下播了，我把那个搞起来，然后谢谢舅舅的0.1分，哦对了，你们老师吗？明天还是天啊？头像不一样，哎，明天等一下是我发抖音，啊是阿言的，谢谢阿言的0.1分、嗯，为什么会有 bug 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对啊，就是送不了，有些人好像送不了分，对啊，他们现在好像只能0.1、0.1分，好可怜，只能拆开了，打不动，那我先下，我一会我辛苦大家啦，好的，小姐晚安、嗯，没有十倍的票不能送，什么意思？那先下喽。嗯，四八这个规则，我打十年工都不一定能弄透。你 KPI 你到了？嗯。我都忘记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嗯，拜拜。我其实已经到了挺久了，之前在那个。格局，格局打开。晚安，格局打开。嗯，啊，是吗？好的，小可。晚安。我可以不懂，好的，因为你们会跟我聊嘛，聊到我就会想说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样。清晨愚蠢别管，画重点呀、啊！今天要在八打时间工，确实啊，我合约是十年。不是故意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啊，确实，雨欣老师说的对。真的好喜欢大鱼的笑容，念觉得好美，谢谢唯爱 vocal， 嗯，谢谢你们，是本人是不自信的小女孩一枚呀，谢谢你们，就是天天总是这么夸我，谢谢你们。开始点名，在弹瓶盖点，等一下，笑死我了也。所以你现在算清楚礼物的价格了吗？这个是算了，这个不是记嘛，就是我大概知道哪些是什么样的，但是还不太清楚的很嘛，就是有的可能还记不清，但是有的已经记清了，谁说我不知道呢？真是，剧都井盖了很快。他有说要开水冲多少吗？上面有没有写？什么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没不用拿下来，我们看都没写。我只知道发电，是因为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你们就跟我说的发电是2000块钱一个，那个时候我就记住了嘛。不是我只知道发电了，真是。你们好喜欢这样搞我啊，真是。笑死。好好笑啊！
好的，这些 ID 我都记下了，这些 ID 我都记下了，不要跑火车。不要在我直播间诬陷大学生，只有我愚蠢就行了，不要所有人，不要说到大学生就是愚蠢，好吧。我是很聪明的，好吧。假装的样子真的很像听课的样子，我没有假装呀，我是认真的呀，我很真诚的，好不好？每日小品，对啊，每天看他们演小品真的很开心。是吧，他们演小品真的很有意思吧。笑死我了，我头晕啊，晕倒，嗯，小腮疼，我笑不动了，好累。受不了。嗯，考试也很崩溃哈，这居然还蛮搞笑的嘞，笑死！仅仅只能看普通，那怎么还有分高低贵贱呢？怎么就是，那什么是不普通的小品呢？高级小品，进去看大学生发疯日常。笑死！啊，笑腮疼，笑不动了。头怎么这么晕？我不会说。雨欣老师是懂的。哎呀，我要被笑死了，真受不了！实在是太好笑，我受不了。今天下班的时候，这可以说吧？应该没关系啊。就是今天下班的时候，然后在车窗嘛，在车窗啊，就是他们想跟我说点什么的时候，不是会用手机打字吗？然后在窗户上给我看，这样，然后给我打在备忘录里，可能写了一行字要给我看，但是。那个时候他就是有消息弹出来了，挡住了那行字，我就只能看见那个消息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们的群消息，人家说快看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们群消息，而且看见了群名和发言的这个雨欣老师。我笑的要死。没有了，其实也不尴尬，只是很好笑而已。好，晚安，晚秋奈良，很好笑。嗯，阿姨很好笑，阿姨。嗯，腮痛。晚上好。腮痛。搞不动，所以下次如果要给我看你们手机上打字，记得先把消息关掉，要不然我就替你们查收消息了。你们在群里说，别说话了，我给杨馨予看。你们都别说话。哎，笑死！爱媛剧场门口演高级小品，笑死了。腮痛，我想我怎么头这么晕，先把妆卸了。对，阿言老师是对的，阿言其实是故意的，为了招人吧，太努力了，我的粉丝们，给你们点赞，给你大拇哥。上代码，进去吗？上代码，79838244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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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咱们一点半下，好吧？叫你天使进群，可是他是我的天使，呵呵，
啊，叫我的天使进群，有道理。哎、叫我进群，我进群，我进，我进。做你的队友，做你的队友。今年夏天送你成为新人 top one。进群。巡演六地，我们是几地来着？巡演五团。笑笑。五地。七九八三八二四四五，记得来公布。好，哎，这样我用一个小号进群吧，不能大号，发现是我就完蛋了。你这正儿八经。真的。你们想清了啊，小丫头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他们发现是我，那我就在。嗯，我要不经意的进，我不经意的，哎，早上不跟你讲了，我就悄悄的不经意的进去，受不了，我的家，嗯、啊，笑腮痛，我真的笑不动了，我腮老痛了，找不着，找不着，在这儿，笑腮痛，笑不动了，嗯，不能马上进吗？你被发现，你说什么？笑笑死！本来就不敢说话，现在更不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敢说话呢？他是怕里面有我。啊、哦！哎呀，受不了了！他让我们远离。好吧，远离饭圈是吗？嗯。好不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进。在群里还是可以说话的。好，小磊晚安。我是多说话，咱不吃人，就是多说话哈。爱属性的大爆发，我懂的。但是跟咱们自己人，咱们不用客气。咱们就是大演特演一下小品，跟他们不用挨哈。随地大小演。随地大小演。受不了，我真的笑不动了，我腮很痛啊！我说真的，我笑不动了。笑不动了我，下次车窗不经意展示群二维码，我笑不动了。谢谢小磊的荧光棒，啊，我笑不动了，好累。展示一下自己的微信二维码，说别人看见说哎呀不小心看错了，嗯，笑累死我了。刚在群里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得到一致好评，你不是爱人吗？怎么就展示那个作品得到一致好评了？是我的表情包吗？刚不是还说自己是爱人吗？谢谢一串数字荧光棒。在作品积分和在这里积分有什么区别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请就是老师们解答一下吧。应该没有区别吧，我猜。下次剧场里面发二维码作品。没有区别，老师说没有区别。我猜也是，左屏是二维码，后来扫左屏笑死。谢谢这个 ID 不谈 ，C 的0.1分。以前接新生有个社牛，车子一进来就把微信二维码贴车窗上。六，干脆印衣服上。别太拼命了，出去丢我的人啊！嗯，区别是没区别，就是一个爬虫能被统计到，一个统计不到啊、哦。以后手机壳定制一个神秘代码二维码。嗯，笑不动了。0.1分只能发0.1吗？他们说现在只能0.1的发，可能有 bug 这样。我刚刚确实只查收到0.1哦 ，WWRC 老师。到时候群里一堆路人。就是店员把二维码贴挡板上，有道理。好，好，听你们的。更新版本就可以投一分了啊？是这样吗？好的，大家更新版本就可以投一分了。一堆显眼包，下次易拉宝不用我的图了，一堆二维码，大家扫一扫。嗯，受不了。定制一个带二维码 T 恤，你们是懂的啊。打出一分了，但是我要特别点进来才能看到 ID。 赵宇老师的一分，六，单走一个六，六，粉丝限量版二维码音乐曲，笑死。用你的大头照被二维码包围，杨馨予和他显眼包粉丝，
我很惭愧，我很惭愧。真的在，你们真的在努力出主意哈。大家都知道包围二维码。六，你们真的别让我下次让我看到你们整齐划一的穿二维码的 T 恤啊，丢死人了。谢谢眼包粉丝，搞那个书包的大红色。咱们就是，我很惭愧。受不了。你们别，你们搞好像我在给我红书包打广告一样，怎么老是问我红书包是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0.1分，主打一个实用性，笑想死。特殊舞台下去跑一圈发红包，里面装二维码，真的呀？以前赵老师玩过，好的。受不了。正面我推杨馨予，背面二维码，受不了了。周三你要看到实物，周三不要让我看到实物，不要让我周三看到实物，不要让我，我笑死，这什么意思？腮痛，我真的笑不动了，腮痛，痛死我。这孩子怎么在这里、啊？不拿过来、啊。还有一件我的裤子，我就说把这个房间留给我们地方已经不够了。幸好我们要那个要搬迁。你们好认真，我显眼不穿。好困，哎，你打哈欠吧，我也打过。对，你要过多久？已经29了，我说1:30下不来。困死我了。他们很认真的在讨论要做二维码 T 恤衫的事情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不现眼包的粉丝吗？你们好努力，我哭死，在工作，我哭死，真的想要，衣服选小红，书包的红色，人家最后以为我的应援色是红色。你们好努力，我哭死。什么？我以为你会说要不 T 恤换成粉色吧，结果你让我一颜色换成红色，我竟然想让我一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一个粉书包，受不了了，我要笑死了。有人，请问这个直播间里还有人在乎我的死活吗？还有吗？笑想死。院中饭，院中。好了，好，早点下班。你们真的我哭死，要不这个小偶像你们来做吧。好，我笑腮疼，终于可以让我歇一歇了。好，下班，大家晚安。今天跟大家也过得很开心哦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开心，希望大家明天也很开心，希望大家以后每天都很开心。记得看插画，好的，晚安，祝大家有个好梦哦。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嗯，明天要几点上班呀？今天晚上应该还能睡个觉吧，还能睡个好觉，稍微睡晚一点。回翻牌记得好了，知道了，这翻牌这一越堆越多，回不完，真的回不完。晚安，我会尽量回的哈，拜拜，晚安。早点睡，不然没奶茶了啊！有道理，晚安。
哪家的就开始，你们最好是晚上就开始啊、哦，不要明天。你们如果明天12点然后开始猜说，或者明天下午1点2点才开始发说，我觉得他3点起，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起了，那你们岂不是本来该给我的奶茶就没给我？嗯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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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们有好梦，晚安。下线了，拜。